小时候外婆养的一株绣球花，都是我浇的水。它一开始就这么大，然后变这么大，最后越长越大，越长越大，花盆都换放不下了，就种到院子里了。你都能养得活，那绣球一定很好养。我下次要试。你不许养，你这不叫养花，叫谋杀。那我试着不把它养死不就行了吗？谁在感情的版图就停下了脚步，转身的仓促，争执后的无辜，终点还没给出答复，想开口辩护，心房又常常被误会锁住，假装不在乎，却败给孤独。我们还要再走多少的弯路？说好的以后怎么能走掉？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我今天是不是很漂亮啊？漂亮？你不是还漂亮吗？那你要不要再娶我一次？这么突然啊？我这次是真的没洗澡，着急吗？着急啊，我好想你。我也好想你。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你怎么找到那些黑客的？你妈妈帮我的。你什么时候跟他一伙了？都这么大了，别那么叛逆啊，听妈妈的话不好吗？那我的话呢？看我心情啊。马小克，你现在是不是分不清大小王了？你想怎么分？这次必须听我的，我不办婚礼了，我要旅行结婚。好啊，反正现在店也在你手上，我没有钱都。我养你啊。呀，这气氛。常见，齐王宅里寻常见，挥酒堂前几度闻。挥酒堂前几度闻，正是江南好风景。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。落花时节又逢君。下课，同学们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好啦，大家回去吃饭吧。那你一定把这个留下。小拂晓天明，这算是咱俩的缘分。
我是来请你看展览的。变迁中不变的东西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我今天也带了一样一直没有变的东西，那就是我对你的心意。你能接受吗？接我电话呀？我刚刚在忙，正好跟一客户在聊事情呢。中午还这么忙？你吃饭了吗？我当然有好好吃饭了。你看我气色多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我跟一个客户啊去北京吃吃了一个叫大同烤鸭，特别好吃。等你手头工作忙完了，我带你去吃好不好？我才不要吃呢，我怕我自己吃胖了。怎么可能会胖？那个东西不会胖的，关键咱们忻州没有。我带你尝尝鲜。这是我想你时的表情，这是我想到你时的表情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啊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去。想什么呢？啊，煎鸡蛋能不能跑出来了？这样很危险的。不好意思啊。陈毅还没有消息吗？嗯，已经快一个星期了。他走的时候到底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，可能没信号，让我别担心。去山里做什么调研？好像是跟武器信号有关吧。我当时太忙了，也没具体问。先想办法联系到他，问清楚了再说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压根联系不上他。北京的同事呢？会不会知道？联系一下试试。